没有想到这个中文原来是这么说，谢谢。我是 Bill 张，那么我是为 Cloudera 是做那个 PM 关了是吗？的。我以前不是以前了，现在还是在 manage Hive。大家因为都说了很多 Hive 那个 Tez 啊，Hive Metastore 也是我在管，在 Cloudera。还有 Hive 那些ORC file format Hive table Hive asset 都是我在管。那最近呢，应该是2年多前，那我们公司呢把 Iceberg 也引到了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去。那2年最近几年呢，就是看到 Iceberg 非常火，那我们有很多 production customer。今天我想为大家分享一下 production customer 一些 best practice。那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说为什么现在 Lakehouse 这个 concept 是这么红火？第二呢，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客户使用 Iceberg 来做 Lakehouse implementation？第三个呢，是就像我说的，因为我们很多 production customer，我把他们的一些的 best practice 来分享给大家。那第一个呢，是 Lakehouse 这个。concept 应该是这么说，大家都知道 data warehouse 对不对？那 data warehouse 其实呢是1980年就有了。那很多客户用那个 data warehouse，他们知道怎么去用一个 SQL language，就去 query 这个 structure language。不好意思，我中文英文加在一起讲啊，那个很久不讲中文了。所以说呢，那个 data warehouse 最好的优点就是它那个 performance 非常好，性能非常好。那但是呢，缺点就是什么呢？它储藏的那个非常有限的数据量。那2011年那时候呢，James 他提出了这个 data lake 这个 concept。那么 Cloudera 呢，是比应该说是先驱之一，也做了一些为 data lake 设计一些东西。譬如说我们公司那个 Hadoop 都是我们在做。但是呢，data lake 呢是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它当然是可以储存很多数据量，但是你要把这些数据的那些 insightful information 放出来的话，你要 build 非常复杂的 ETL，不同的 engine 会有不同的语言去读。那么大概是2019年，Jelly Vision 它提出了这个 data lakehouse 的这样一个 concept，它就把所有的那个 warehouse 和 data lake 的一些优点都结合在一起了，它能够储存。大海量的数据，能够用 SQL 去把这些海量数据一些 insightful information 拿出来。那所以说呢，现在 Lakehouse 非常红火。刚才我听了各位老师在讲那个Python 啊，什么 Hudi 啊，其实大家都在，这是不同的 table format，但是呢，Lakehouse 它是一个 implementation 的一个是 paradigm，所以说Lakehouse 其实是这么来的。那如果市场上呢，现在用Gartner，你们这个公司知道对不对？那个 Gartner 是这么 define 的，就是 data lakehouse 关键字啊，integrates and unify the capability of data warehouse and data lake。那也就是说，把那些功能性能的 data warehouse、data lake 都结合在一起，那么为很多的一些 analytical 的 use case，AI、BI、ML、data engineering、data warehouse。它都可以支持在同样一个 platform。那其实最关键的是呢，因为不同的 use case，你不用去 copy 这个 data sets，因为以前有很多缺点，它要用不同的引擎去支持不同的 use case。为了用不同引擎，它会把这些 data sets 都 copy 出来。那么如果你在那个在自己的数据中心或者在 public cloud 上面，其实 copy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是非常昂贵的一个行动。所以说呢，他现在用 Lakehouse 这个 concept，我用同一组的数据，用不同的引擎都可以去读它。那我这个呢不想讲，因为很多老师都已经讲过这个了。但是最关键的，我只是想说，这是一个 open table format，这也是我们公司为什么选用了 Iceberg 作为一个 open table format，帮助客户去实现这个 Lakehouse 这样一个 concept。那么其实我们2年半之前，我在选这个 Iceberg 之前也看了其他的 table format，比如说Delta Lake，
比如 Hoodie， 当时还没有派蒙，对不对？所以说选了之后看了这三家公司，三家的那个 table format， 觉得 Iceberg 其实是最开放的。刚才那位老师也说了什么是开放，因为开放对于一个开源软件公司来说，因为我 Cloudera 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开源软件公司，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大概有两三百位开源工程师，都是那个 Apache 不同的 project committer， 大概有50多个 project 都在我们公司 running， 有很多的 PMC chair 其实都在我们公司。我们当时在选这个 Apache Iceberg 的时候，就觉得它是所有的 table format 是最 open 的，有这个是 open spec， open community， 有很多公司，比如说 Apple、 Netflix， 他们都是很多 committer 都在写这个东西，觉得比那个 Delta Lake， 比那个 Hoodie 更加 open， 所以我们选了这个东西。而且呢，你从那个 table format 来说，这是唯一一个 table format 同时支持 Parquet、Avro 和 ORC 的这三种不同的 open file format。你比如说 Delta， 它只支持 Parquet， 那个 Hoodie 好像也只是 Parquet， 但是呢，我知道很多公司呢，因为它不同的 use case， 它会使用 Avro， 它会只用 Parquet， 它会使用 ORC， 所以说是这三种 open file format 它同时都支持，所以说我们当时就选了这个。那为什么用 Apache Iceberg 作为那个 Lakehouse implementation 呢？刚才也说的是 open 的，我就不再重复了。那第二方面呢，其实很多老师也说了，那个 performance and scalability， 因为我是也是做 Hive 的一个产品经理，所以说呢，我看到很多客户当 Hive 在出来的时候，十几年之前，很多那数量其实是terabytes， 那其实 Hive 完全就可以做到，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客户他们已经到 petabytes， 那 Hive 就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很多客户里面 partition 特别多，那 high mana store 其实就变成了一个 bottleneck， 有这样一个瓶颈。所以说呢，那个 Iceberg 呢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它很多这些 partition 都把它储存到那个 file system 里面去，是在 manifest， 其实是在那个它是同一个 data file 的 directory。所以说那个 Iceberg 的 performance and scalability 要比 Hive 好很多，关键是这个 metadata 是怎么 define 的。第三个是 multi-engine interoperability， 也是我们很多客户为什么用那个 Iceberg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没有一个引擎或者 Spark、Flink、Trino， 刚才很多老师都说了 ，Iceberg 其实这么多引擎都支持，包括我们 Cloudera 的 Hive， 那个 Hive Taz， 还有那 Impala， 这次我们从那个布达佩斯过来的很多位专家都是搞那个 Impala 的。大家都知道 Impala 对不对？ Impala 后面就产生了 Doors， 后来又产生了 Starrock， 其实他那个爷爷都是 Impala。 那个这是因为像我们那Multi Engine 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客户为什么选用我那个 Iceberg， 就是因为 Impala、 Hive、 比如说 Trino、 Spark 都支持 Iceberg，那么它不同的引擎支持不同的 use case，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你譬如说我是在用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在用 Spark Engine 在做 ETL， 在做 ETL 的同时，我用我们的 Impala Engine 去读这个 datasets， 有很多情况下你怎么去 guarantee 我这个 datasets 是 consistent， 我去读它的时候没有 dirty reads， 没有 partial reads， 那么 Iceberg 就能够帮助客户能够读，在特别是在读的时候能够读的数据准确性，我同时可以做 ETL， 同时可以去写，同时可以去读，这是非常重要的 multi-engine interoperability。 那第四个呢是 asset compliant transaction。 asset compliant transaction 之后，因为我是做 Hive 的，那以前做的 Hive external table， 因为当然后来也有那个 Hive asset table， Hive external table 就没有办法做到那个 asset compliant transaction。 那么什么叫 asset compliant transaction？ 对一个终端用户来说，那我可以说是multi-user multi-engine access process concurrently， 也就是说并发性，这是非常重要。第二，我在做这个 multi-engine multi-user concurrent access 的时候，我要去做比如说 row level deletes， row level updates，
像并且第三方面我要去读这个文件的时候一定要正确，像只有 asset compliant transaction 才能做到并发性啊roll level deletes and updates 啊，同时能够读准确性，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五方面 time travel rollback， 那很多老师都说了，那么 Iceberg 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就是因为有 snapshot。 snapshot 其实好像派蒙也在有这样有这样一个 snapshot 的那个 concept， 但是呢 hive table 其实是没有这 snapshot， 所以它没有办法做到 time travel 和那个 rollback。 第六方面其实是比较新的，但是 Iceberg 1.3 之后才出来，一个叫做 branching and tagging。 大家做那个开源软件对 GitHub 当然是非常熟的，但是 branching tagging 就是在从 GitHub 这样一个 concept 衍生出来的。我有这样一个数据，我想譬如说 create a branch， 创造一个 branch 之后，我在这个 branch 上面我再去读再去写，当我觉得哎，我这个数据正确了之后，再把它 merge 到我这个 main branch 上面去。其实这个是叫做 WAP 嘛，叫 write audit and process， 像这些是非常 popular 的 concept WAP。 所以说呢 Iceberg 能够做到这一点 branching tagging， 就是这六点为什么很多客户现在在用那个Iceberg 在做 Lakehouse implementation 啊。那下面呢，我就想为大家分享一下，我总结了这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点，一些客我们这些 production 客户呢，在用那个 Iceberg 一些 best practice。第一 ，partition evolution， 而且呢，从 Iceberg 来说呢，虽然这个字节比较小，但是跟大家总结一下。好像只有 Iceberg， 因为我比较了，当时比较了一下那个 Hoodie 和那个Delta Lake， 他们都不能够做一个叫做 in place partition evolution。 那么什么叫做 in place partition evolution 呢？我这里有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一开始我可以 partition 这个我这个 data sets by year， 哎，我突然发觉就我这个 data volume 进来越来越多了，我要重新把它那个 partition 之后要重新譬如说 by month 用月份来做 partition。 后来我 data volume 进来又更加多了， instead of 就是说 month 我要把 date。 那么你做我用 hive 来说吧， hive 如果要去做这个 partition evolution 的时候，我整张 table 要重新写一遍。如果我这个data 已经是 petabyte 的时候，但 take 非常长的时间。有个客户跟我说，你知道吗 Bill， 我那个 hive 我要重新去做 partition evolution， 重新写一张表，我这 table 已经是20个 petabytes， 我要做大概三天。那你三天的话，那你就是不非常不现实的事，对不对？那 Iceberg 呢能够做 in place partition evolution。 那我用这个 那譬如说alter table add partition field 做这个事就可以了。那你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是7月27号我改了之后 alter table transaction， 那今后比如说明天进来的这些数据量，它会就把它变成了比如说 by month by day， 我整张表不用再 regenerate，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那你也没有什么 downtime 了。而且呢，为什么可以做 partition evolution 呢？ Iceberg 里面有一个 concept 叫做 split planning， 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个 partition 的话，我在做那个 query plan 的时候它就有一个 query plan。 那譬如说我在这张表里面我有三个 partition， 有三个 partition schema， 那我就要有三个不同的那个 query plan 出来。那我去做那譬如说那个 SQL 的时候，那我要考虑到三个不同的 query planning 都要放在里面去。所以说 Iceberg 有这样 split planning 的这个 concept， 好像其他的那 table format 没有这样一个 concept。 所以说是应该这么说，是 Iceberg 呢有很多客户为什么用这个，就是因为有一个 partition evolution， 而且是关键是 in place partition evolution。所以说如果在现实的时候你去做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这数据量进来是怎么进来的，你要实时的去 monitor 这个 data ingest， 根据那个 data 进来的时候你去修改你不同的那个 partition schema。 第二个是 metadata caching。 metadata caching 刚才说了刚才你
你看这个是在最左面的是 Iceberg 一个 table format， 你哎怎么回事？里面呢有个叫做 manifest file， 因为我在做 query plan 的时候，我一定要去读这个 manifest file。但是你知道在其实在文件打开读和写的时候其实是非常 expensive 的那种 operation。那么我怎么去把这个 manifest 读 manifest file 这个东西更加减少这个 cost 的呢？那我们那个 Impala 的工程师呢就想到这点 metadata caching。那么如果而且呢是讲起来非常简单，但是你如果去不用去重复的读和写的话，那就减少了这方面的那个时间。我们去做了一个 benchmark， 你到我们的 cloudera.com 去看一下，我们做了一个 benchmark， 可以提高那个性能12倍。如果把那个 manifest cache turn on 的话，那当然这个是在 Iceberg 里面的，Impala 现在是第一个引擎在用这个 feature。那其他引擎如果用的话也可以达到这样就是说提高性能的那种啊，所以说这个叫做 manifest caching。 如果你用我们的 Impala 引擎的话，你只要把这个参数 turn on 就可以用了，提高12倍。第三个 raw level mutation， 因为这个呢其实如果你们做那个以前用 hive table 的时候，如果你要做那个raw level mutation， 你要用 insert override。 insert override 其实是非常 expensive 的 operation， 但是呢在 Iceberg 里面呢刚才这位老师也说了，有那个譬如说merge on read， copy on write。 Iceberg 呢 support 这两种 merge on read and copy on write。 那你要看你是不同的场景，你譬如说我是 batch processing 的话，而且是你比如说哎，我这个 datasets， 我这个batch processing， 我有可能会比如说 update 50% 的这个 datasets， 那你就是 very large chunk of file。 那么你这 raw level mutation 的 strategy 呢就可能是用 copy on write。 你譬如说你是 streaming analytics， 你是要那个 near real time ingestion processing， 那么你这样就做呢 data 你马上就要去读，那么通常呢是用 merge on read。 merge on read 刚才前一位应该是前一位老师已经说了，我就不重复 merge on read 和copy on write 这些东西。但是呢好像 Pegman 他刚才说了有 merge on read， merge on read 这个好像是copy on read 对不对？ Pegman 有一个 copy on read， merge on write 又有新的出来。当然 Iceberg 一个是 copy on write， merge on read， 这是这两个。所以呢如果你的 use case 是 machine learning 的话呢，其实呢你可以也是用 copy on write。 real time business intelligence 你可以用 merge on read， 你可以 compaction to 那个 optimize read。 就是你不同的场景你用不同的 copy on read， copy on write merge on read 这些东西。所以说呢你用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的 use case 是什么样，你要知道你的数据是怎么 ingest 的，怎么去 process， 怎么去 consume。 所以说呢Iceberg 在这方面呢还是做的比较好比较成熟的。那第四个 materialize view， materialize view 你如果你做那个譬如说 data warehouse 的时候那很多人就会用 materialize view， 但是在大数据里面很少看到 materialize view 对不对？但是我们以前呢在做 Hive Asset 的时候已经做了这个 Materialize View。 那我们把这个 Hive Asset 的 Materialize View 这个 concept 引用到 Iceberg 上面来，如果你用我们这个譬如说 Hive 的引擎去，你就可以完全做 Create Materialize View。 那么这个 View， 这个 Materialize View 本身也是一个 Iceberg Table。 那么为什么这么做呢？刚才说了 Iceberg Table 其实很多引擎都可以去读这个materialize view。 那么你比如说我用 Hive 这个引擎去 create 这个 materialize view 之后，你比如说 Spark 引擎也可以读它， Impala 引擎也可以读它。所以说呢你我们做了一个benchmark， 到我们网站上去看一下这个 materialize view 呢，你可以我们那个好像 performance 可以提高大概70%左右，所以说是非常高的。
materialized view 为什么用 materialized view 我就不说了，因为这是一个这个 concept 就是说在 database 里面已经都有了。怎么回事？老是跳片。Data compaction， 好像每位老师都在说 data compaction 这件事。但是呢，那个其实呢，我就这个 data compaction 我就不多说了，重复不说。但是关键是 data compaction， 因为你如果去做 raw level mutation 的话，你肯定会有很多 delete file 产生。你如果去 ingest 的话，你肯定会有很多 small 小文件产生。那你一定要去做 compaction。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 optimize 那个 data file， 但是在那个 Iceberg 里面做 compaction 呢，它有不同的 strategy， 刚才很多老师都说了 bin pack， 但通常 default 就是 bin pack， 对不对？但是你在做那个 compaction 的时候，你可以譬如说 specify， 你可以去 order， 你 sort， 可以 z order， 这些都可以做，是非常应该说是非常丰富的一个 compaction 的一个 algorithm。怎么回事？老是跳。第六个是data retention。data retention 呢，其实刚才一位老师说呢，譬如说 data retention， 每次你去读，每次你去 delete， 在 Iceberg 里面呢 ，delete 其实是 soft delete。你如果不去做这个expire snapshot 的话呢，这些下面的 underlying data file 呢是永远存在的。那么如果你不去读那，你如果不做那 expire snapshot 呢，你这些 data file 永远存在。那么你比如说你正在 cloud 或者你自己数据中心会占据你很多空间，所以说呢你会不定时的去做那个 expire snapshots。 你比如说美国很多银行他们说不行，我不能数据我要保存所有的数据，那你就不做这个事儿。但是很多那个说pharmaceutical 做药的，他说我一定要保留七年的数据，那你七年那你就可以 expire snapshot 之后，那你七年之内的数据呢其实都可以保留下来。所以说要看你那个公司你那行业到底要多长时间去保留数据。第七个compression 呢，我们现在做下来呢，就是建议很多客户就直接用那个 Snappy。Snappy 我们觉得是有这样一个平衡，就是说是能够 compress 多，并且呢又不很影响那个 performance。所以 Snappy 是我们的 recommendation。就是这样七个那个 best practice。谢谢大家时间。